二跟三是啥呀？有什么区别？浓度不一样，浓的。嗯，配方不一样，再试试。主要是非离子，一般你水解都在那儿都没大问题。这个不行，哎呀，行。这个不如这个快，你再加点，这就是咱，这就是正常咱生产的那个，是吧？直接加一行，再加一吧，啊，加一行，行。你这三个同时一块儿加的时候看效果，不是能不能都能看出来？其实，哎，肥粒子的，肥粒子的，在咱俩之前我听工之前的那个，它是关键一直生产的那个，你随便就找一点儿行。它不是有25公斤吗？20公斤是50公斤的。啊，这一块。行，你多少你想反正就往家开大呗。要唱出王记的卢普出库的啊，就是三千150公斤鸡蛋，六的好，你不都装了吗？都带着你都有关系。